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宁。今天我们来吃拉丝大肠，趁热吃，比较香。看这个视频能不能吃完一盘，好烫。冒热气啊，真香，这玩意会拉丝儿。不要老说为什么要说烫的，我就喜欢这口，别问啊。用手都耐不住啊，越烫越能拉丝，不烫它就不拉丝了。烫得到吗？它一直往上面飘，热气。除了牙吃掉，哎呀我去，真烫，里面没煎到，酥酥脆的，再煎下去，酥的炸完了，视频时间不够了。小心点起来，放心。